他们都联络不到了，那显然是关机吧，哦。看向你，三二一，是的，今天模仿犯的世界首映会即将到一个段落。今天导演有提到说，西哥体力真的很好，大家都已经很累了，可是，在地上爬完，西哥还可以问很多的问题。那西哥那一天拍摄感觉？爬完我还可以什么？对，因为你那个在拍天桥的那一天啊，你精神很好，我们两个都快睡着了。拍谁哦？我这个人是三十年来就是见光死，我的意思是看到太阳我才睡得着，所以那个时间正好是我的时间。对啊，因为从前家里有开撞球场，对，那个时候正流行嘛，是24小时的，那我就会在那边混，混一混之后，后来变成生活习惯。对，那当然了，也有更正面的一面嘛，哈，正面的一面就是我都会在家里看书了，然后写毛笔了。我当这个我不清楚，我没有办法回答，真的。因为我说总经理到那个龙泰宫去找他们见面，当时在宫庙里面吗？啊，对呀，我当时在啊，但是我也说我不知道啊。他们都联络不到了，那显然是关机吧，哦。他有做梦，然后梦到自己在被害。我有梦到凶手啊。我梦到他对我笑。梦到凶手对你笑。对，但是我想那时候我来梦里，我对你笑屁笑，然后他就一直笑，真的跟戏里面很像，真的很像。一个问题，你相不相信？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。检察官这个角色来说，就是觉得他是真的很厉害，感觉木村拓哉之后就是他。其实那个在东京的时候，老师有马上就说啊，你好帅，他坐在旁边，马上老师像小女生一样的啊，你好帅哦。但他看完片以后说，总哥好帅。影片之后就左哥就被抢走了。左哥是他的菜，左哥可能是他的菜。然后他人都在戏里的角色，就是也是很严肃，突然觉得他变得很有男子气概。因为之前宝宝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度有怀疑说，他人哥是不是其实比较中性。其实默默的，其实我相信大家拍完模仿犯都造成了一点点心理上的心理创伤，真的，因为太难拍了，我从来没有把剧本抱在身上这么紧，在中间公园在等转镜头的时候，直接就秒射。对，记得我们都超级累，在公园长椅上吗？就秒睡着，是被摇醒说看人换镜头了，秒睡。那你会做梦，然后梦到自己在被害？我有梦到凶手啊，我梦到他对我笑，梦到凶手对你笑，对，但是我想那时候我来梦里，我对你笑屁笑，然后他就一直笑，真的跟戏里面很像，真的很像。我有梦到我的魔鬼场，因为那魔鬼场拍到真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脑袋空掉。你有看过日文发音？有，我有看，有查查，配音不一样，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。非常神奇。但我还没看，我跟你说。太，你好适合自己的戏，是要很严肃的讲。把麦，把麦。我觉得蛮适合。